行无行啊未出名，今日要带大家来去羽田机场。这是大跨距的结构，也就是中间呢拢无半几条啊，来渡这个驻顶。羽田机场上盖卖人的就是顶管这个 Ito Market Place， 也就是江户小路美食街。家非常多店哈，某这個书店，家某真多好食餐厅，爱好阿健。是卖拉面的，啊，这间是卖中华料理、中国菜，我决定要来吃这间。要吃吼，你搁爱在这顶管遐吼写名、叫标题。牛肉面来啊！这是我的牛肉面，哥哥家好喝的贵菜，一根的牛肉号称五星级，不是那个五星级，而是真贵的，是千亿的哦。江户小路最便宜的面，十几碗三米啊，很贵一元小菜。牛肉泡饭。牛肉泡饭，很便宜的，就可以玩这些。高阿贝，高阿贝，我怀疑很好呢。面条加鸡。让我也讲一吧。五百。一部分五百。观众，观众。我不注意，原来这是饭啦。因为一面一饭呐，而且都加水了，这个加水。搞完了，那就继续来试。金子眼镜店，交合33年开，啊，我交合35年生啦吼，安尼你会知影讲，伊是对一年后。这条叫做江户前横滨，横滨就是有那小巷子吼，啊，有做些吃的物件啦。哟，够这种3D 地图，我能看啊足清楚。哦，这就是历代皇宫殿，皇宫呢就是上用的、上盖厉害的相扑选手。
真正实在是一流的啦，后人的机场阁有这种户外的所在，咱互你看飞行机吼。各位讲哈，偏偏是两个小机场，一个是松山机场，一个是羽田机场。那人家设计个那真好哈，羽田机场叫设计，松山机场叫做装潢。